新闻来了，今天是2021年9月8日，星期三，农历八月初二。首先进入要闻。截至6日，全国累计报告新冠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0亿9500万，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7.6%，完成全程接种的有9亿6972万人。12至17岁人群目前已经接种1亿6228万剂次。国家卫健委7日表示，坚决杜绝将健康码、接种码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，针对个别地区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疫苗人群进入超市等重点公共场所、学生被拒绝入校等现象，已要求各地及时纠正，避免简单化、一刀切。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中国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、中国乒乓球男子团体 TT4-5级等13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，授予李豪、边境等32名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。针对澳财政部长称中国对许多国家构成新的重大挑战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日表示，澳方应停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鼓噪所谓中国胁迫，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互信、促进务实合作的事。7日11时01分，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5号02星发射升空。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。广东中山市6日排查出一名密切接触者，为9月5日广州新报告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关联的密切接触者。据海关统计，今年前8个月，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4.78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23.7%。 近日，人社部、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，明确实验技术人才职称评价要破除唯学历、唯资历、唯论文倾向，着重考察实验技术人才对所在单位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学科专业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和支撑作用。7日，教育部官网发布通知，确定第5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等36项竞赛活动为2021年至2022年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。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多部门于9月9日至11日在山东济南举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，以减少粮食损失浪费、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为主题，探讨国际粮食减损挑战、合作、责任和治理等议题。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8月末，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321亿美元。8月，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，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。7日，中国邮政发行穆芙蓉特种邮票1套4枚，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穆芙蓉、金秋红、重瓣白、醉芙蓉，全套邮票面值4.8元。中央气象台预计7日20时至8日20时，内蒙古、西藏、四川、云南、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，其中浙江、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。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。当地时间9月7日，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，并向外界公布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政府建构，穆罕默德·哈桑任代理总理。当地时间6日，玻利维亚中部科恰班巴省发生一起长途客车坠崖事故，造成至少21人死亡、10多人受伤。6日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遭遇今年雨季以来最强降雨，暴雨导致数百处房屋和道路被淹没，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。感谢关注央视新闻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，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